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品大胖。哎呀，今儿小天儿不错，跟我媳妇儿逛逛菜市场。今天又换个菜市场啊，这会儿也挺热闹。走，买点硬菜去。摆摊儿也挺多呀。嗯。卖啥的？卖啥都有。买点水果不？哎，这大韭菜真好啊。大韭菜。家里头，我才想起来。嗯。第二天早上买豆角还没炖呢。哎，这家家韭菜都不错呀。看看咋卖的，现炸现卖。微信收款，谢谢。炸的真好。炸的不错。嗯。自己没这技术啊。这锅包肉打鼻酸呢。我看这边都什么玩意儿。这个不需要。这啥鱼啊？这是二龙鱼，是不是？小岛子，小岛子。这边是虎子儿，还有鲫鱼，好几样。啊，这不一样啊，这是混合装啊。对。这个不是混合的，都是混合，都混合的。那也是小岛子。这咋卖的？一盘啊？块钱一盘。行，把这俩给我装上吧。啊，这现也是现炸的吗？这不是现炸的，刚搁这碗。啊。都没上两分钟。哎呀，几个菜了？现在这就仨菜，四个菜了。38一套。久违了这种热闹啊！你看那边步行街那边也挺热闹，看着没？不是，你别着急，过两天暖和了，这都是。啊，热热闹闹的真好。对，好嘞，过来啊。嗯。你信不信咱俩好长时间没上美食市场了？我看美食市场那块门口比人还得多。地瓜汁就行。分点萝卜。一个萝卜吃了它就这半拉月了。哎，夏天到，黄瓜可劲儿造。那还没到黄瓜可劲儿造的时候呢，黄瓜可劲儿造的时候比这个还便宜。香菜、生菜直接都搁里面了呗。一会儿炸碗鸡蛋酱。哎呀！哎呦，这干豆腐薄吃拉儿，来，我素炒小豆芽，素炒豆芽就完事儿，挺不错的。都说他倒的咬哪儿都是，你不也这味儿吗？这小菜儿够硬啊！虾里还带着鱼呢。哎呦我的天，今天这都是现成的，没有素丸子，没有肉丸子，有素丸子。哎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是整的不匀乎啊、哦！烤鸭酱，浮溜浮溜的冒样了呀！荷叶饼。来点蚝油，少许味精，来点白醋，素炒绿豆芽，下入辣椒片。下入鸡蛋液，下入稀释好的东北臭大酱，鸡蛋辣椒酱。哎呦啊，今儿这菜太硬了，烤鸭一只，二龙湖河虾，蘸酱菜，配上鸡蛋酱。炸肉丸子啊，素丸子，二龙湖小河鱼儿，二龙湖不是湖吗？素炒豆芽，这还有鸭架，配上荷叶饼，
来吧，今天高低来点皮夹白，喝点二带一子，开干。喂点啥玩意儿？二带一子吗？我说，来，先给媳妇儿洗呀，没眼力见儿呢。来吧，一天全指这一顿饭呢，咱俩是真有才呀，一天就正儿八经的就吃一顿，你说。早上喝点粥。喝那啥粥，早就饿了。来，整一口，菜太硬了。几个菜？八个菜啊。哎呀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八个菜，嗯。哎呀，吃吧。我都不知道吃啥呢。嗯。一桌子。赶紧吃。我得先选个小饼。嗯。这小薄饼一卷，我去了。嗯，配点鸡蛋酱吧。嗯，哎呀，透了杯的薄。嗯，香呗。嗯，嗯，吃烤鸭哪有配香的呢？那不配香的配啥呀？这不是葱。葱。主要得配鸭肉啊。嗯，哎呀，太干了！哎呀，这里要不配甜面酱，配点鸡蛋酱不也不错吗？那能中吗？加点豆芽啊！我干巴龙照一口，啥呀？香啊！嗯。给我大大大了。嗯，来吧。啥东西吧？好长时间不吃都想，鸭子也好长时间没吃了。这不是我的二大姨子到了吗？到底叫二大姨子还是叫二大姨子？你这俩我都没听过。嗯，就是正儿八经的。北京二锅头，嗯，味儿还是不错的。这还有个小钟。嗯。给我烧壶开水，我烫一下子，不就完美了吗？也不是冬天，烫什么玩意儿？嗯。哎呀，是那个味儿。你说谁研究你这饼子配肉？饼子配烤鸭，你配别肉还不中呢。别的不配了，直接就卷烤鸭，一口，嗯，他又是卷烤鸭呀，卷懵了，嗯，哎呀，卷岔去了啊，东北的干肉粉啥时候能卷？是，那不刚卷烧烤吗？嗯，整点辣椒，再整根葱。三根葱，一个辣椒，一根小蔫巴香菜，香菜根还得拽一下。咱这鸡蛋酱炸的，你看油哇的，给它铺的平整点。哎，妥，就乐吃这几个东北菜。辣椒整猛了，辣椒不是吃的，辣了辣了，哎呦我天哪，一辣解辣，喝口这二的一个，
这口辣椒吃的，那就少搁两个葱呗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好久没吃这么辣的辣椒了。咋的？不搁点豆芽啊？搁什么豆芽？这卷不下来。哎呦我天哪！这不知道椒真辣。都要辣完了，辣哭了。哎呀，辣了，辣了，辣冒汗了，吃豆芽了。你还是挺厉害呀，也不尝辣椒辣不辣，就一吃吃那些。刚才吃的辣椒尖儿，不辣呀。够实惠呀！哎，太坑人了！你这河虾有点捂了，都那么酥脆了啊！味儿真不错，做的挺好。就在他那桌那块整两瓶啤酒，就着风喝呗。下酒一绝啊。小杂鱼吧，小鱼还是挺脆的。好几样小鱼呢，你刚才那扁的叫啥呀？所以说我这叫杂鱼吗？不叫杂鱼，叫杂鱼。我说你吃到嘴里那扁的是啥呀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名。这好像叫串钉子。你看又来个长巴形的。这个脆，它这糖抠的干净的吧，就不苦，摸一个就苦，苦又没掏糖，我忘了。行啊，上吧。要真是湖里那小鱼儿，没事儿。我咋四平二龙湖挺出名，大水泡子啊！哎呦我的，真够劲儿啊！这一口辣椒给我吃的，吃一圈菜了，胃里还跟火炕呢，还不是喝酒喝的。哎呦，辣椒要是辣是真辣呀！辣心呐！我发现个特点，为什么咱们这个38一只全套的鸭子价格还便宜，感觉剃下来的肉比全聚德的还多。主要没吃过全聚德。我先问你一句，你吃过吗？我吃过啊，上店里六岁，上店里，六岁吃的全聚德，你真牛。当然了，等我再去北京的时候，就吃什么大鸭梨、金百万了，全聚德就跟我没关系了，就说明我六岁的时候混的比较好。那是你混的好吗？等我下回去的高低全聚德。然后今年我准备领你上趟北京。我耳朵说你先别挂大饼了，去时候再说吧。成心整画饼。那来张小饼吧。大饼画不上，咱还不画点小的。一张张吃啊，别两张一吃。吃就吃的薄劲儿呢。对。豆芽里边搁点韭菜，这味儿不一样。哎，这块皮给你，来，把饼拿来，接着。
嗯，烤鸭皮是好吃。你真喂谁啊？羡慕我，你也别整一碗，整一碗吧，就是不完，你就感觉好好的倒的，你这我整的我吧还直着急呢。慢慢吃呗，吃完再拿呗。嗯，不行吗？一看你就厚实。明天见了啊，拜拜。关键是一天就一顿饭了。